那你慢点说。哎呀，麻烦了哦。没有。哎呀，我去你转一圈。哎，不存在。喂你。这新疆我不给。新疆的。喂你。被切掉。那个车要洗了，好久没洗了，几个月没洗了。但是看天气预报说那几天要落雨，算了。他看到别个走，他也来走了。知道吧？车门也没打。坐摇摇，不坐，我们现在剪头发，我们现在吃东西，我们吃了东西再来哈。摇摇。今天是听话噻，说不坐摇摇都不坐，这个把头发剪掉来噻，是不是啊？啊。哎，那剪头发有没得卧室，知道吗？要不要得？要开心一点噻，那个不笑啊。有点紧张了哈，维尼。让他给维尼做个造型出来。但是他那儿头发也晓不得哪门做造型嘛。嘿，小娃儿啷个？维尼，给你剪那号头发。剪个料头发，要不要得？要得呀，要戴大丝点儿噻。剪了不？没有。哼。才弄啊。好，我不低调的哈，不叫稳了哈。哎。哼哼。来来来哈。哎，叔叔给你剪哈。他也不哭，他也不闹的。哎，他不的，他最乖了。他就那两次。但是也不忙，我拿两块半了，那些老了不管用了。就是来给你讲好点哈，哎，你最乖了哈。来，起来。好，起来起来，这是一，哎呀，好乖呀。哎，这玩意儿哟。两个造型，让它长起都是个形状噻。先摸摸着噻，慢慢长。我们那儿那些，我剪了，买点妹妹头那号的，生产那个妹妹头学生头。哎，那是买点那个。亮起出来，嗯。他是买的色了噻，他们原来上班的色。哦，他在重庆那边上班。哪里？没动哦，动了算拘到你哦。哎，动了那儿叔叔给你剪起都不好看的。那是有那个听话。哎，听话是吧？他只有那个一头。他的好多钱？只盖了1918。哎呦，好好哦，大哥。现在都是从小要把他培养好，从小就算是。你有的娃儿清秀嘛，我跟你说嘛。他不一样，你也不一样。现在最乖的哈，最漂亮哦。以前我没得随便，我跟你说。原来那头发车其实走慢了都是泡的，很泡他。他必须得要拉，我跟你说不拉的话，他头发他个人梳了之后一吹，他到处嘛都是光摆的。真的。不要哈，你不要。其实他有个观众啊，给他买点夹子啊，稍微剪剪一下都可以了。我给他辫子，你不要剪去嘛。夹子都买个好重，拉不去。你剪一下，早给我嘛，又刷得眼皮皮的。眯了眯了眯了，再眯。哎，眯到哈。你不出去嘛？啊。真的是瓜兮兮哈。眯了眯了，眼睛眯了，兄弟啊，眯了眯了哦。妈妈，拜拜。拜拜。慢点，哎，哪个脚步？你一步走。一步一步的走。一步一步的走，不要急。啊，一步的走。
好了。走了。